欢迎来到装逼的日子，我是装逼哥阿屁，今麦里来到台中北堤。这几天听说马家大摇，应该是说昨天马家大摇。哎，装逼哥好死不死就刚好在台中，所以今天就来台中北堤看看，然后正好，神奇的目光时间就刚好是退场。台中北堤之前，装逼哥在台中住了3年半4年，然后那个时候是玩机钓，然后也在台中北堤钓了不少白带鱼啊。原本以为，因为在台中北堤都钓得到鱼，就觉得自己很厉害，结果后来发现是北堤的鱼真的是太多了，随便钓都还有。然后那时候回了台北之后，再跑去东北钓基钓，发现自己的基钓技术根本就不行，所以基钓就比较少玩了啦。哦，我靠腰，哦，是从那边摆哦，干，那我们就排队进去钓了2个小时，看看可不可以拔到什么吧，加油进。拿救生衣，然后钢化鞋，要下去写资料，因为没有办认同卡，所以可以提供我在县市的朋友一个参考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去写资料喽，要出发了，哇！今天人是好多人哦，吓死人！哎，还好沙滩没什么人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来拼沙滩的。哇，超多人！那也还好了。有有有，沙滩钓人还是比较没有很少啊。哦，白带在咬哦。我靠！看到没？今天北堤好多人哦！哦，有人中鱼哦！哦，好嗨，好嗨，好嗨！我用6号的前导线，配上铁板，起狂了！当然啊，暗泡就是要戴手套才帅啊！哇，马家呢？哇！好嗨哦，好嗨哦！哇，这一场，哦，是，张毅，哦，这一定马家啦哦！对呀，哦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
哦，隔壁也中了。哇！哇！这么嗨！哎，都白带。哎，你们是用什么铁板的？啊，没有，我要换标了。哇，加快！赶快换飘的铁板！哦，又动了！哇，今天是怎样？哇，今天早上比菜市场还热闹。Hello， 汤马士。没有，我都在拍人家骑马家，都不是我，都是旁边。我要趴掉了，趴掉了。对啊。有一个人去后面拍一下。我给你换。哎，是哪边？有。我趴到线。有。我来看看是谁在来。对，这很，我一下去就趴到了。哇哇。哦，我先拉回来。啊，有。白带有中就不错啦。还没开壶。加油。没关系。哦，可恶。这会不会太小啊？我是原本想，他们说掉票，刚刚旁边说掉票一点，我就拿二十啊。可能用三十。好。白带中，我靠！一换钩就不一样，白带了。啊 ，lucky！ 这个一定要第一人称视角，这有大壶啊，有大壶啊！快去盖大冷机喂！有差！哦！是有，哎，连装哎！又来，就这么厉害就对了。你刚喊什么？跟我讲一下，我也要喊的。老板放鱼。哪里？纵情帮后面亮的。哦，就是在那边哦。好。然后再远一点，我直接拉回来靠飞，我觉得我打太斜了。OK， 好，哦丢，哦啊啊，终于中了，补枪靠飞，你给我照，妈呢？不要！我已经放枪两次了。太高到线了。没有，他有抖。终于中了啦！哦。快到前面的时候，你要抬高一点哦，不然他流沟端很高。哦。你怎么每次都那么小啦？哦。没错。
我操！结束今天钓游啦！我今天超嗨，今天根本就是北堤同乐会。算装逼哥只中，中三起一，然后一只小白带。哦，哥今天又马加，又油带，又白带，真的玩起来看起来真的很嗨。然后今天碰到很多，我们汤马士大大，然后有很多人都来参加。这场北堤的盛宴，哦，超嗨，干坏一个，我快笑死了。然后不过今天就是我们虽然人很多，人真的超多，可是就是大家都有一些不错的默契啦，然后趴线什么的都会互相礼让，所以其实融洽的、开心的结束今天的钓游。然后现在潮水已经过了，已经涨得差不多，所以其实也不痒。装逼哥准备继续接下来去台中的行程，希望可以。常常碰到这种大鸟，可惜没马家。怎么我突然好想钓马家，然后都钓不到。好了，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任何问题的话，在下面留言给我。那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